山，所以摩利亚山呢，就是哥哥他山，就是加略山。摩利亚山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拣选的，所以神拣选摩利亚山成为献以撒的圣山。后来所罗门建造圣殿，也就是在摩利亚山建造。耶稣基督在哥哥他山摩利亚山那流血，成为我们全人类的挽回祭，都在这座山上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亚伯拉罕行义，他听神的吩咐，神说把你的独生的宝贝的儿子献上。请问亚伯拉罕有没有遵行？遵行，他不单单称义，而且他行义。大家看到22章第9节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，大家说，竹坛把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台上，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天使说，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，大家说，你是敬畏神的了。怎么证明你敬畏神呢？怎么证明你真正信主受洗呢？怎么证明你说你是基督徒呢？在乎你听神的话，你要成为一个听话的孩子。亚伯拉罕听上帝的话，就把儿子献上。22章16节，大家看到，当他行义献子之后呢？16节，上帝如何说？22章16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：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；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。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。”哈利路亚！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必定得着仇敌的城门。我们不但是要得人如鱼，而且我们要得地为业。哈利路亚！仇敌在我们的脚底下，我们可以践踏蛇跟蝎子。哈利路亚！罪恶虽然念过我们，可我们可以制服罪恶。神对该隐讲，该隐给魔鬼留地步，罪恶被玷污该隐。可是神说什么？该隐啊，你虽然被黑暗的权势给掌管辖制，可是你只要靠主信我，你可以怎么样制服罪恶？哈利路亚！基督徒有能力可以制服罪恶。哈利路亚！感谢神，赞美主，把荣耀掌声归给神。弟兄姐妹们，神这里提到说，他指着自己起誓，人起誓都是指着比他更大的来起誓呢，指天起誓，指地起誓，指神起誓。请问还没有比耶和华神更大的？没有了。所以神必须指谁起誓？指自己起誓，因为神就是最大的。阿门。我们所信的神是最大的神，所以神指着自己起誓。好，大家再看啊，兄弟们，亚伯拉罕他成了信心之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单单是求义称义，而且他行义。在罗马书的4章17节告诉我们，大家看好他如何把信心化成行动。为什么他舍得把儿子献上当作焚祭呢？因为罗马书第4章告诉我们标准答案。大家来看4章17节，何等稀奇！亚伯拉罕啊，真正是我们的模范，我们的榜样。我们所有信主受洗的人，要常常思想他，跟随他的脚踪。4章17节说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死无变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。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，大家说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100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
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还是更要他称义，他行义。你再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补充说明，这是何等何等的伟人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，十一章的十七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死人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所以亚伯拉罕的神是什么样的神？死无变有，使死复活的神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们，亚伯拉罕是一个行义的人，神吩咐他要行割礼，他就行割礼。行割礼是选民的记号。我们新约恩典时代信主的外邦人，不见得一定要遵行肉体的割礼，因为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真割礼乃是内心要割去肉体的情欲，要脱去这些污秽，所以我们一样要行义。虽然不是有形的，但是呢，我们更要遵循神的话语。全世界只有这本书，一点一画，一字一句，永远不废去。耶稣说：“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”何等的权威！有谁敢讲这句话？弟兄姐妹们，亚伯拉罕是一个等候神的话语，一个顺服神启示的人。亚伯拉罕他离开偶像，他弃暗投明，他弃假归真，他改邪归正，他脱胎换骨，他成为一个过河的人，之后就没有再回到加勒底的乌尔去了。他与神的关系极其美好亲密，他直到如今都还活着。亚伯拉罕没有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曾说，神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神不是死人的神，神是活人的神。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还活着。大家晓得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告诉我们，那个吃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的那个人，死了之后躺卧在谁的怀抱里？亚伯拉罕。躺卧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所以亚伯拉罕有没有死？没有死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神是全能主，是替你解决问题的神。只要你愿意信亚伯拉罕所信的这位天地的主，这位至高的神，看过你，他要解决你的问题。他是耶和华以勒，他要为你预备前途，他要为你预备一切灵魂体所需要的。来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你拣选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缺陷，十分完美，因为亚伯兰他曾经说谎，沙拉也曾经就是欺骗，雅各更是骗取了父亲的祝福。主啊，你之所以拣选这些人，乃是因为他们寻找真理，乃是因为他们敬拜上帝，乃是因为他们坚定信心，信靠主，就是现在所说的信靠耶稣基督。主啊，实在求你帮助我们真正晓得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有绝对的确据，我们有绝对的把握，我们没有信错，我们没有糊涂，我们乃是信了亚伯拉罕所信的神，死无变有，使死而活。所以说我们赞美你，巴不得活去得胜人，
人人思想亚伯拉罕的榜样，人人跟随亚伯拉罕的脚征，都成为信心的人，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名，阿门。